1199。台中乐园超长排队，人龙一路从路口处排到停车场，队伍绵延300多公尺。1000多人往前冲，看准热门游乐设施大海啸，跳进水池内超级消暑。另外，家长带小朋友在潜水池去泡水，拿水枪狂射。不过注意到，大部分的人清一色都穿蓝白拖跟花衬衫，因为这样可以抢便宜。因为很便宜啊，199啊。因为他们揪我啊，然后我想说穿夹脚拖啦，然后特地去买蓝白拖。那你本来就花衬衫跟蓝白拖？没有，特地去买。其实没有我只是临时被拖过来。开心，蛮开心，可以省钱一定要来。台中游乐园27号首开放水乐园，以台客风格为主题，主打只要穿蓝白拖跟花衬衫就能取得优惠门票。不过也因为天气炎热，快要接近暑假前了，预估呢今天呢可以有双元哦，至少呢有5000人以上入园哦。另外，云林游乐园先前儿童节抢先开放3套水设施，业者公告水乐园将在7月1号全面开放。现在呢，其实很多学生也陆续考完试了，所以我们推出了学生考完专案。乐园推出当月寿星凭证可以购票寿星价，也推出学生考完专案优惠，民国88年到94年次出生的学生凭证购票也有学生价，强攻入夏与端午节廉价人潮。三十六的吴宗磊、王子宪、云林、台中综合报道。